是在铁环上靠着离心力来回平衡旋转，还是在瑜伽绸上做出各种特技，都令人赞叹不已。特别的是，这些表演者还只是单纯的学生，但已经在这马戏学校学得一身好功夫。摩洛哥的塞拉这家马戏学校从2009年开始就已成为国际各大马戏团公司的艺术教育机构。不过这学校不单只是培训表演人才，而是借由马戏技艺培训，让许多迷途少年少女拥有第二次机会找到自己的路，更重要的是学习社会互动，衔接他们的下一步。这所学校的训练大概会持续三年，最多可到4.5年，看个人训练状况而定。也有学生表示，庆幸自己是学校的一份子，也能更正面看待自己。校方表示，学生一旦在这里经过培训，所获得的技能非常全面，除了能加入马戏公司，也能在表演领域发展，或是参加各种计划，发展道路可望更多元。民视新闻林育贤综合报道。